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来折一件晚礼服。首先将它的一组对边对折，然后再将组对边向着中间折痕翻折，然后再次向着中间翻折，好，展开翻到背面，向着中间折痕翻折，然后条边向内部翻折，然后撑开向下压平，另一边同样的方法，然后将这两边向着内部翻折，向上翻折，向下折，然后折下来翻到背面，然后将这个角向内折，然后向下压平，然后这个角向后折，向外侧翻折，边向外边翻折，然后拿出剪刀将多余的这个面剪下来，然后向后翻折，好啦，我们这件晚礼服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